看见鲜花破天空的那一瞬间，精灵唤醒我全新的一天。咚吧咚咚，我带着那满腔热血，稚嫩的才子的瞬息万变。昨天的生离死别来不及去回味，今天未知的情节不会更没感觉。遗憾每天都不断在上演，蒸发了无数眼泪，只为求挽回。我用尽我所有专业，抢救每一个笑靥，至少还能阻止悲剧上演。心虽然跳动的剧烈，但却无怨也无悔，只求别有太多胜利和思念。每个明天都越来越倦，难道是开始麻木的错觉？到底是谁在扯我后腿？原来是官场既浪费资源。今天的业务资料还来不及解决，明天的各种考验让我快要崩溃。当压力不是来自于火焰，熊熊烈火的摧毁可能生死道别。我付出生命去奉献，却对抗不了还原，怎样才能阻止悲剧上演？心跳动到快要衰竭，能拯救我的是谁？请用力阻止正消失的防线。睁开眼，我只看见那些无助的眼神，正在等待救援。闭上眼，我才了解，万贯之谗言。